秀水乡湘西社区公会旗点今年七月成立，虽然才成立短短几个月，但是伫咧理事长甲干部的用心经营之下，公会旗点办甲相当的好，大家上课时段参与拢非常的踊跃。今仔日早起，乡长林才特别载着点心到旗点陪时段做会动乐，关心因上课的情形。乡长林才来到湘西社区公会旗点捧席，长辈等咧唱歌。在中辈邀请之下，林英家也上台陪中辈做回来动作。最乡三西社区关怀基点，虽然才成立短短几个月，但是在理事长甲干部用心经营之下，关怀基点办了非常好。大家上课拢有真侪长辈来参与。今日非常欢喜哈，当来咱这个三西社区哈，感咱村长，一个咱理事长哈，个咱三西社区，咱在这个今嘛在中介哈，做伙来同乐。今天也是我们关怀据点他所有安排的课程，就是这个唱歌的这个课程。刚才听到我们理事长、我们村长以及我们在中介，对着我们这个歌唱的这个喜爱，当然唱歌是我们秀水一向，我们本来就是这个非常这个风行的这个活动和这个运动。当然可以看到在中介这么欢喜，可以出来我们社区共同来参与，共同来上这个课程。当然，咱是湘西社区，是咱关怀据点哈，咱合作点慢地哈，做一个区块啊，拼图拼上。当然，在咱后个月嘛，非常欢喜，咱天顿哈，十几年我们的秀水社区哦，也即将来成立哈。当然会在短期间内咱的这关怀据点也可以，希望当顺利的来把它完成。好，咱在中介，咱有一个好的所在，好的这个活动，来当让伊身体更加的勇健。来哦。来啊，搁有炸点心来，所以吼，足感谢阮的乡长，啊，搁阮这个公所团队，大家吼拢对阮湘西社区足支持的，足爱护的。阮这个社区吼，拄啊好有阮这个理事长来共带动，啊，搁咱的乡长，咱林乡长吼，全力咧共支持，真正共帮忙真济，啊，搁有咱公所团队安尼，已经才有这个成就，进前。真正真歹势，无做这个关怀祭奠，就是因为前个理事长伊都无时间，啊，阮即摆这个理事长有时间，啊，佫足有爱心、有热心咧，甲阮咧辅导安尼，所以讲今仔日才有这个成就。啊，像阮今仔日有健康拍打工一节，啊，过来即摆才开始卡拉 OK 安尼，阮跩长辈也有通训练身体，啊，佫有通啊娱乐、吼唱歌安尼，真正互伊带着足好个安尼就对啦。感謝咱鄉長，感謝咱社區，感謝群長，咱大家幫忙講支持足濟啦，吼，感謝足安尼啦，吼，謝謝啦。鄉長林英家自上任以來，非常重視老人的照顧，並且積極推動社區照顧關懷基點，希望長輩來到基點活動筋骨、課程學習，讓秀水鄉的長者攏會當就近佇社區照顧關懷基點，得到上好的照顧。新中華新聞，蔡仁謙、秀水、彩虹報導。